各位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定型技巧。定型是围棋中常用的术语之一，它的含义大致有二：一是指将原来保留暂时不走的棋依照次序走进，使棋形固定下来的一系列找法，在有的情况下亦称整形；二是指后半盘收官阶段，使变化和地域逐渐明朗化的一系列找法，亦可称为中盘收官定型。然而，由于围棋中的变化层出不穷，在形棋中涉及到定型的手法可谓千姿百态。如果要对这一术语下一个概括的定义，可以认为定型是特定场面带有必然性的最佳组合招法。今天呢，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定式后的定型。对于爱好者来说，背诵墨迹一些基本定式是提高围棋水平的必修课程。但除了熟记外，还要会运用，将定式与全局的其他方面的各种关系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下完定式后，要对以后的一些变化有所了解，这样就可以根据局面的情况来选择定型。也就是说，对于定式，不仅要知其一，还要知其二，这是定型基本功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围棋中的定式数以万计，本节只选择较有代表性的定式，对以后的找法进行分析研究，并加以定型，目的是启发爱好者在定式方面的定型思路，以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好，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看左上的这个定式。这个呢是大家一个熟悉的星位的双挂定式。我们从黑白双方的立场出发，对这以后的变化来进行定型。黑棋先下该如何下呢？黑棋先下呢，点一个是好手，因为点了之后他大概是补一个，然后黑棋再顶住，这是常用的定型手段。那么白棋是不是有反击呢？这大家一定会想到，这个黑棋不是送吃吗？这个他穿下眼不就把这个白棋就把黑棋吃进来了吗？但是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呀，黑棋并不便宜，因为黑棋并没有白棋并没有增加多少空，但是黑棋的外势呢却变得非常的强大。在这里呢，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这个棋是要保留的，要保留的，因为这个走了之后对方就干净了，至少呢黑棋先损失了一枚劫材，而且更加主要的问题呢不在这里，就是因为他以后黑棋走这个的时候，白棋也只能传到里面，所以这个是让黑棋就变得更加的厚实啊。你看看你这个棋如果是挤了之后呢，都是先手啊，就是但是这个棋以后就给对方留下了这个以后点的这个弱点，就是这个是白棋无条件的便宜了。所以你如果是这个棋保留啊，以后可以直接走这个地方定型，对方也只能走这儿。以后呢，这个棋如果是白棋走这里的话，黑棋绝对不会走这里，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呢，要注意，就是黑棋千万不要操之过急把它给挤掉，那样的话就坏了啊。这也是定型的技巧之一吧。好，那么在这里我们介绍了黑棋如何定型，那么我们下面介绍呢白棋在这儿呢该如何定型。白棋它如果先下的话呢，白棋直接跳一个是最好的定型手法，这也就是敌之要点及我之要点，而且这也是典型的后中先。以后呢白棋如果要下的话呢，可以跳这个啊，也可以直接进入这个黑棋的这个从三路进入也是可以考虑的。那白棋如果先下的话呢，他如果只会走这种顶的话，这是初学者的下法，这样走了之后呢，黑棋的外势得到了很大的加强，而白棋呢没有增加多少失控，而且味道还很差。以后如果是走这个的话呢，你还不能啊，还不敢挡，因为挡了之后对方在这儿一断的话，这个地方就出问题。或者他这个棋呢，他以后直接一扳的话啊，这个你也不敢接，反正就是他这个子你是吃不到啊，或者他走这个的话呢，你也吃不到，因为他这个棋他以后他比如说他就是扳一个的话，然后再断一个，同样的也出事了啊。所以这个白棋呢没有得到什么自己的味道很坏，而
无条件的，他就把这个黑气给加强了很多，所以这种下法，这种地形手法是很俗很损的。好，下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再介绍以后这个黑棋和白棋该如何在这个下一步呢该如何定型啊？黑棋如果下的话呢，黑棋飞一个啊是好棋，飞一个之后呢是逼迫对方做活的好棋。在这里呢，黑棋可以考虑退啊，也可以考虑跳。跳的话更强调左边的这个黑棋的坚实性，容易打，它可以做劫来顽抗。但今天呢，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这个，但这个有个弱点啊，就是说以后对方啊，以后呢这个地方呢，白棋以后有这种跳的可能啊，就是说和这两个各有利弊吧。但是我们今天重点介绍这个啊，介绍这个之后呢，白棋当然退了这个之后，当然白棋要做活了，然后下一步黑棋该如何进行呢？黑棋这个时候点啊，就做成一个双活之后呢，是这个白棋呢就一目棋也没有了。好，我们介绍了这个黑棋如何定型，那么我们再看看白棋如何定型。白棋在一个地方定型的话，以后也是敌之要点及我之要点，它也是要走这个地方尖的啊。为什么要走这个地方尖而不是飞呢？一定有很多啊，就是初级水平的爱好者会走这种飞，但这种飞呢，实际上是先中后啊，是很损的一种下法。看上去争到一个先手，但是呢，使对方的左边呢变成一个铜墙铁壁的一个形状啊，而且问题还在后面。就是这样走了之后啊，白棋的味道还很坏啊。以后黑棋要定型的话，它可以挖了之后啊，它在这个还有关子方面的搜刮的手段。比如说，他挖的时候打这个，先把你棋打紧，然后再断，那你只能从这个方向吃啊，因为从另外一个方向吃是金鸡独立。在这个时候呢，黑棋点一个是好棋，点了之后呢，白棋也只能虎。黑棋一拉回来之后呢，实际上这个地方的白棋只有五目孔，只有五目孔。那么一定有朋友肯定会想啊，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为什么要到脚上先去断损呢？我为什么不直接是这么走，不是更好吗？啊，但是这个棋啊，就是直接是这么走的话，对方有变啊，对方这个变化也比较有趣啊，对方会南下把这个地方吃掉。然后当你再断的时候呢，你不能指望这样的如意算盘，因为这样的如意算盘不能指望，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得逞了，是吧？但是这个对方是不会是这么下的啊，这样是黑棋无忧劫，白棋的负担非常沉重。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白棋也有非常巧妙的反击手段，他在这个时候可以接一个，然后当你立的时候呢，他再吃回；当你拐的时候，他把它提掉，已经确保了自己的三目啊，而且是活棋。当你在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再看看这个变化啊。白棋就同样呢，也是可以，也是先手可以脱先的。但是问题呢，它留下了两个很大的棋，一个是这个点，比刚才那个变化图白棋要严厉多了啊。这个点之后就直接就可以盘动，就可以回去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值得他自豪和得意的呢，就是这个棋它可以以后呢还有一个吃到脱靴的手段啊，这一点非常的有趣有意思。所以呢，实际上如果是黑棋直接走这个一路点啊，不到脚上去断呢，反而还不合算啊。但这个变化都非常的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值得大家玩味一下。好，那么我们介绍了这个的定式的定型之后呢，我们再看下一型的变化。这个图呢是右下角呢是大雪崩定式演变而来的啊，这个大家应该也都可以看出来。我们结合左下角这个黑棋有星位的这种情况呢，来研究这个下边的定型的变化。好，我们先看看脚上吧，就是普通的定式的知识，就是以后黑棋如果定型的话，收官的话大概是点一个，这样呢先手是先手四目的关子啊，先手四目的关子。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千万不要走太早啊，在没有什么别的变化的时候就这么定型，但是不要走太早啊，因为这个地方呢，黑棋还有别的下法，
比如说黑棋搬一个，然后再做劫，啊，这个地方黑白棋也千万要注意，千万不能直接搬，直接搬就变成一个警劫了啊。那么白棋先搬一个神庙手啊，然后再搬。当你提这个的时候呢，他提这个；当你提这个的时候呢，他提这个。白棋以这个连环劫呢，就把这个黑棋给吃掉了，看上去很巧妙。但是呢，也要注意点，黑棋并不是一无所获，因为万一黑棋在别的地方挑起劫争的话，那么右下角啊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劫财库。比如说他现在寻劫财，他提过来，那么你提过来，他然后。以后再找劫财再提过来，你又只有再提过来，这样实际上呢，黑棋就牵制了白棋的全局啊，在别的地方呢，叫避免打劫。所以右下角的话呢，右下角啊，这个黑棋的变化，还是很有趣，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余力的啊。那么角上的变化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那么下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黑棋该如何在下边这个风控地形的这个手段。因为角上有味道嘛，也是要充分利用这个角上的味道在下边来风控。好，这个普通的具备这个初级水平的棋友呢，大概对这个靠呢应该是比较熟悉，但是这样呢并不好。因为首先呢，黑棋它落了一个后手，而且呢，它没有把这个下边的控呢给完美的封住，因为以后只要对方一跳，你在下边根本就很难成控，啊，所以这个图呢是不太好的。那么再修正一下这一点呢，比刚才大概要好一点，因为它毕竟封住了下边白棋在下面的出口，但是这个棋呢，黑棋会脱先啊。这个美中不足的呢是没有充分利用角上的余味，而走了个后手，就是以后呢白棋不会轻易走这个，因为这样走这个把这个黑棋给加强了，但是白棋会脱先，那么黑棋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抓住余味啊，落了一个后手。好，这个点呢是最有进取精神的一种下法，是要利用角上的味道啊，最大效率的封住下边的控。那么我们继续看啊，这个大概呢，它出头的话，以后大概是会形成这样的变化。走成这种变化之后呢，黑棋大概要硬一个，那么白棋现在就可以脱先了啊，即使是他去补一个呢，也比刚才的那个棋形更加的扎实啊，这个下边基本已经实控化。而且它主要是它都可以脱先了，下边呢它已经先手封住了白棋在下边的这个出路。那么我们再看看，如果是白棋它脱先，那白棋在这种局面下它脱先该怎么办？那么黑棋还是有办法的啊，黑棋呢在这种局面下可以考虑搬一个，然后你如果是在这儿打的话啊，对方就可以做劫啊，你如果比如说你不管你如果是搬的话，他就直接呢就可以来用这个就给你打劫啊，你如果是在这个地方走的话，他也同样是有办法的，他以后他可以在这个方向呢来给你打劫，就是反正就是脚上呢就已经是一个就是黑棋非常轻而白棋非常重的一个劫了，所以这个呢黑棋白棋呢大概这个是可以说是要补的啊，这个因为不补确实是问题太多了那么而且就是这个棋你如果是从这个方向搬的话，它以后它可以从这个方向回来，这个同样呢白棋是不能接受的，这样白棋就差不多是崩溃了。好，那么这个棋形呢也非常有趣。下面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定式之后的定型啊。这个呢，左下角呢也是双方雪崩之后走出的一个棋形。那么这种局面下之后呢，黑棋右下呢，看该如何定型啊？右下，因为下边被吃掉了两个子，可以利用这两个子的余味来进行最好的定型。这个我想呢，大家具备一定水平的棋友呢都会想到这个利啊，因为弃子呢有句话，弃一个不如弃两个啊，弃两个不如弃三个，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
因为你立一个之后，你的气就长出来了，那么以后呢，也就可以收对方的气了，这是它的基本的原理。那么，白棋大概要点要要立啊、要挡住吧，挡住之后呢，黑棋加一个，啊、这也非常紧凑。但是呢，这个算盘呢也不能打得太如意了啊。你不能够完全指望对方是这么下，如果这样下的话，黑棋先手形成铁壁，啊、把对方严密的给封锁了。那么这样黑棋是大优，啊、但是呢，在走到这儿的时候呢，这个白棋啊，它会反击的。那么这个以后如何定型呢？这个黑棋如果是搬一个的话呢，那么白棋就比刚才那个图要好多了，因为白棋现在是白棋的先手了。啊，而且白棋从实控上来说比刚才要好一点，但这一点要注意呢。以后这个立呀、是这个黑棋的权利，因为白棋它不可能去走，因为白棋走了呢，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你这个也不敢进去了，不敢进去了，是吧？进去之后呢，你还要补，那么平白无故又获得一点官子平，要落个后手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是黑棋的权利。如果白棋走的话，就是后手。而你再走的话，即使对方退一个，你也不见得便宜。因为你如果不补的话，以后对方是这么走的话，也可以连提过来。实际上在官子方面也没有亏损什么。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利呢，就是是黑棋的权利。但是即使利是黑棋的权利，但是白棋比刚才那个图要强很多了。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另外呢，还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这个飞风啊，这个手段呢，在右下是星位的这种情况下呢，并不是很好，因为飞风的话呢，对方脱先，那么以后呢，你大概是可以选择这样的这种定型，就是可以把对方给封得很紧，啊，就是可以把对方封得很紧。但是呢，右下角因为这个棋在星位，以后角上呢还有一些什么一些，就是还有一些漏洞吧，啊，这种飞风呢，在右下角是还靠右一路小目的时候，这样飞风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如果是还是刚才那样严密的封锁下边的话，那么右下角的小目对角上的实控要好得多啊，所以呢，这个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定型手法也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啊，就是这个棋呢，它加了之后还有一种定型方法，我觉得这个黑棋是很可取的，就是当它走这儿的时候啊，黑棋走这个地方非常强硬，啊，它当你在冲的时候它可以搬，那么下一手你不能随便走啊，你如果再走的话，这个它就可以渡了，所以呢下一手呢，你这个棋呢是大概是要阻渡，阻渡之后呢接上之后呢，你啊强硬的出头。但是走成这种局面之后呢，黑棋也可以满意，因为黑棋就利用下边三个子弟还存在的三气，它可以严密的把对方给封锁住。因为看上去这个棋很薄，但是实际上你冲了两手之后呀，因为你自己还要补，所以实际上这个它是很厚的。这样右边基本上白棋啊，黑棋就非常坚实，啊，所以这个变化中黑棋这种定型手法很不错。在这个变化图里面要注意啊。你如果不接这个而急着去封中腹，这个变化图呢，味道并不太好。因为这两个子让对方给去掉之后呀，黑棋绞杀味道也不好，以后存在的这个两点非常讨厌，所以这个图呢，黑棋还不如刚才那个图。但如果实战中真正的出现了这个图的话，那么这个以后黑棋如何定型呢，也是一个小知识啊，值得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后如果定型的话，那么就要铺一个是一个小技巧，就是他如果是接的话，你就可以先手挡住，因为他现在要来收气了，不收气他自己气都不够了，那么你就先手挡住了。如果他脱先的话，那么以后呢，这个棋呢，你就可以提掉，提掉之后呢还要补，那么这样的话，黑棋在右下的效率还是不错的，啊，这当然不是这个铺呢，不是马上定型，而是说以后收官的定型啊。那么有朋友可能说，这个利为什么？就没有铺好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看啊，立的话对方也会脱先，那么以后呢，你还是要回到这个铺，就是以后呢，你还是大概要铺一个，这是收官的好方法。但如果对方是再来跟你来这个来走的话，那么我们就发现这个立呢和刚才那个
单提的那个子，这个立啊，这个立的这个子呢，就变成一个废子，所以要扑你就一手棋就给踢掉，这个立的这个子就不需要了，不需要走了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扑的这个妙味啊，你如果接它单立啊，大家这个地方再给大家回顾一下扑的话。扑的话呢，他如果不走，你就直接提掉啊。以后那个立的那个子就走都不要走啊。后面你如果单立以后，那个立的那个子就变成一个废子。你扑的时候，如果对方接的话，你这个就变成先手挡了，然后就可以脱先了。那同样呢，也是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好，那么各位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就这个定型技巧呢，咱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是由易文杰解说的。好，那么各位棋友，今天呢就介绍到这里啊，好，各位棋友再见。